is not using it.回去的话，基本上父母不好心的不说话，好多人不来游戏。在我们唯一的诀窍就是把油温控制好，油温不要过高。在干了起锅的时候，随便给放一点调料就可以了，就吃了本味。脆香，有一点微甜。因为我妈是。从小是农村长大的娃娃，然后因为生活条件也不好，然后我呢从小耳濡目染，然后就跟那些家里面爷爷啊、父亲啊这些就开始弄。这个是蜂窝的筑巢桶，通过模拟它野外的筑巢环境，让它在这桶桶里面就自己筑窝。把我们等到长到一定大小的时候。就挂到野外，一般就是无忧地。